用科学个数字记录台湾人个声音。大家好，我是游英龙，欢迎收看台《正正台湾民意》这节目，做下来探讨真真正正个台湾民意。二控二控，台湾总统大选伫九月十七日后，因为过台名甲郭文铁双双弃选，放弃参选，吼，整体竞争个态势基本上倒转来民进党甲国民党两大政党对决个局面。九月十六，啊、呃。 差不多十一点左右，郭台铭发一张声、呃、明說他不，讲伊无要寻求连署来参选总统。这个声明等于是宣布讲，伊要退出二控二控总统大选，惊动规个台湾社会。九月十六嘛是同款深夜真暗的时阵。 我会叫差不多十点半。另外一个啊，震撼弹就是咱前副总统卢秀莲女士宣布要接受喜乐岛联盟总统的提名，伊要来拼下一届总总统。过天早起，卢秀莲甲伊的副手的搭档前南投县长潘柏宪先生召开正式的记者会，宣布参选。同齐时阵。 啊、呃，台湾民众党，哈、哦，即、這个台北市长啊，郭、呃、文铁明确表示讲，伊袂去中选会登记连署，这再次互台湾社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意外，啊、哦，啊，到即时阵，规个二控二控台湾总统大选啊，会当讲峰回路转，啊，啊，又阁出现规一个新的一个政治了，对啦，哈，啊，说来。 就爱看时代力量甲亲民党是毋是会家己杀总统候选人，世事多变化，由此可见。台湾民意基金会将公布九月全国性民意调查结果，其中有二空二空，台湾总统大选上新的发现和分析。今仔日咱就以这，就是讲郭台铭、郭文铁放弃。 啊，参、呃、选了后，规个总统大选的新嘅形势，来甲各位啊，亲、呃、爱的观众朋友来报告。首先，咱来看卖一个。伫这个情势之下，啊、呃，当就是讲当桂代明甲朴文哲公，啊、呃，伊宣布退选了，后，那么规个啊、呃、总统大选啊出现就家庭，就是打定，就是蔡英文甲韩国瑜对决的整型结果是安怎樣？ 好啊、哦呃，咱来看下。李恐李恐总统大选，你会倾向支持谁？要支持蔡英文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六，支持韩国瑜的百分之三十点九，啊，阁无法度决定的百分之十四点八，毋知影的百分之零点七，蔡英文领先韩国瑜二十二点七八。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啊、呃、差距啊啊，嘛、哦呃、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上大的一、這个啊、呃、差距啊。无点嘛是蔡英文啊，总即摆总统大选啊，伊、呃、的支持度上悬的时阵啦吼。进、哦、一步的分析有几点我，我感觉啊特别值得大家注意。第一点就是讲。 为政党认同嘅角度去看，就讲、是、咱做深入嘅分析了后，为政党认同嘅角度去看，蔡英文伊目前得到民进党认同者百分之九十五点六，差不多要九成六嘅支持。但是韩国瑜伊嘛得到啊国民党认同者差不多啊七成八嘅支持，啊，这表示啥？表示讲两大党诶认同者虽拢已经出现高度整合啦吼。 啊，拢、呃、已经高度凝聚，啊，但是看起来国民党支持者个即个凝聚力，吼、哦，即、这个啊，啊，个明显不如即个民进党，吼、哦。同时，伫中性选民方面，蔡英文明显领先韩国瑜，差不多二十九趴。来，咱讲，啊，大大大扩大，啊，蔡、呃、英文本来领先韩国瑜个差距，啊，这显示讲。 啊，韩、呃、国瑜伫中性选民的支持顶面出现了严重崩盘的现象。除了这以外，咱若去比较八月甲九月两个月韩国瑜伊所得到的国民党认动者的支持，咱嘛真清楚发现伊减少八点四个百分点。即、嗯嗯、表示讲，韩国瑜不但无因为郭台铭的放弃即个参选得到好处。 颠倒、這個、啊，阁出现伊个基本盘有有即个啊啦松动诶，即个现象啊，啊，个是啊真值得注意诶部分。第二，无论是为啊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省级族群、职业背景，啊，是讲地理区域、行政区域诶角度来看，韩国如何支持度已经全面啊，全面啊落后蔡英文啊，大幅落后啊。 就算讲一向啊，上支持韩国路的即个啊中壮年，比如讲四十岁至六十岁遮的啊，选民全靠教育程度讲讲到，也是讲啊，真偏远管区，就讲六都以外的管区遐，即满嘛已经全面拢符合即个啊传闻啊，甚至连上坚定的支持韩国路的外省族群嘛出现即个缩小的。 萎缩的这个现象啊、哦，那么，好比讲啊、呃、八月的时阵、啊，还阁有百百分之五十点五的人啊、呃，外省族群支持韩国瑜，到九月的时阵，仅阿剩百分之四十八点三，嗯、这个选战韩国瑜要阿那趴落，才会全面哈、哦，全面啊、呃，这个溃散溃败啊、哦，这個、已经是韩国瑜啊。呃 目前面对上迫切的问题啊。第三，就是讲为呃，咱为即个郭台铭啊，是柯文者，伊相两个人拢放弃选举了后，咱咧问讲支持者走倒位去啊？因两个支持者，照理讲，郭台铭伊无要选，等于是啊，互、呃、国民党啊，未、呃、陷入一个分裂的状态啊。哦 啊，勉强维持一个表面的团结。那么，柯文哲无选，某种程度嘛，对国民党选情嘛是有利的，因为柯文哲有能力去吸收啊国民党的支持者嘅选票。但即两个人拢无选嘅情形之下，看起来啊，对韩国瑜敢若嘛无虾物正面嘅啊，即、這个作用。经过。 台湾面意机关七个全国性的调查啦，吼，这是非常啊、呃、重要的一个调查，因为咱咱对这这总统大选，会当讲真真密切的观察，有一项数字值得大家去参考啦，吼、啊。根据这个七个这个调查，咱迄当阵拄好有将郭台铭、甲柯文哲拢囥咧内底去调查，迄当阵啊四个人啊，蔡英文、韩国瑜、柯文哲、郭台铭啊，第一啊。呃 就是用竞争的时阵，蔡英文得到二十九点七的支持度，韩国瑜二十九点三，排第二坎啊。其实两个已经差无偌济。第三柯文哲十八点三，第四郭台铭十五点九，无啊，无法度确定四点八。七月的时候，但是到九月的时阵，人家这个避开，咱就知啊。 蔡英文变五十三点六，韩国路变三十点九，三十点九加即个二九点三，差一点六名。五十三点六加五二二九点七，吼是差尾差不多二十四个百分点。即是一个真重要个一个数据，因为根据个咱就会当真清楚判断。 郭台铭也是柯文哲的支持者，差不多七成流向蔡英文，两成五，即卖啊无决定，百分之五流向韩国瑜，百分之五尔，这是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啊。那么最后一个，我,我要甲大家报告的分析的，就是讲咱为当期的即、這个哈趋势图来看，会当非常的清楚掌握即个呃蔡韩一对一。 即、這个呃，竞争诶、這個，即个呃规个发展脉络啦，吼，即是咱台湾民意机关所做诶，二零一九年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好足足啊，那么六摆。青色即条代表是蔡英文，哪一条代表韩国韩国敢若今年四月时阵，捌得四十七点九度赢。 蔡英文的三十三十九点六差距八个百分点，被拍左右就对了。为冷清控高，年五月开始，啊、呃，蔡英文开始领先韩国路啊。那么当然一,一路、啊、还有一寡起起落落，但是为遐五月开始，蔡英文都拢赢韩国路。今啊是领先上的时阵二二点七啊，已经到这裡来啊。 这是一个空前的一个大,大的变化，就是讲郭台铭、柯文者双双弃选之后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变成是啊、呃、对小英啊、呃、大大有利，但是对韩国瑜无什物帮助。这是这款的演变嘛，使人料想未到。即段成功到这，后段真紧就倒来。 台湾九月的政治规定，除了国台党关门贴可批了吼，双双放弃总统大选以外，上大的以外是前副总统卢秀莲接受喜乐道联名的总统提名，这三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改变了利空利空台湾总统大选的竞争的结构。当然，卢秀莲他平白现这个正副总统伊这个、呃、搭啊搭档，还佫需要。 千分之一点五以上公民的联数都是讲差不多二十八万外票，诶，这个公民公民联数啦，吼，是袂当是过，毋知影。但如果假定李鹏佩联数过关，那么伫新的这个竞争的这个状态之下，啊、呃，会发生什么款的状况呢？咱来甲看麦。 二零二零台湾总统大选，如果前副总统李秀莲连署过关，在蔡英文、韩国瑜和李秀莲三人竞争的情况下，请问你倾向支持谁？这是咱上新的结果。光为支持蔡英文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七，支持韩国瑜的百分之二七点九，支持李秀莲的百分之十点四，还阁无法度决定的百分之十一点一，唔知影百分之零点九。 这个结果，啊、呃，伊展现出虾米款的意义？伊显示出第一，传闻原来啊，个一枝独秀，遥遥领先啦，吼、啊，得到将近五成选民的支持，伊领先第二名的韩国瑜差不多二十二拍左右，吼。啊，韩国瑜得到两成八，第三卢秀莲十点四拍啊，伊第三。 啊、呃！但是呢，伊得到十点四趴的支持，就是讲，当如如前副总统吕秀莲会当合格参选的时阵，一旦投入了后，伊基本上无法度改变这个啊啊、呃、这个蔡英文、韩国瑜一对一的这个竞争的这个结构，无法度重大改变，因为拢啊、呃，还个维持二十二趴的即款呢啊。呃 差距就对了哈，但是呃，鲁秀莲本身会当得到十点四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无简单的一个状况。十点四意思是换算具体数字是两百将近两百万人的支持，那么真值得注意后边会安怎发展哈。那么，咱来看另外一个呃进一步的状况啦吼。 拄则讲一对一，啊，即马是三三卡刀，啊，变化无大，重点就是为怎样蔡英我们气势较好啦。想要采用我们气势较好，我感觉要真需要做一个真严肃的面对，啊，做一个较深入的分析。我感觉啊，讲、呃、起来五個因素啦，吼、哦，当要讲。 六七百个啊，嘛是会使。那讲讲五个因素。第一，我感觉造成目前即个结果的原因，上主要第一，蔡英文为今年一月开始啊、呃，因为就还会选举大选，所以呃，可能有真深的即个感受甲反省。所以因为今年一月开始，改变了过去，伊是总统兼行政院长即款的政治风格。 伊相当程度顶面已经回归，吼、哦，就是转来到目前宪政体制所规定的上收章制啦，吼、哦。无过像以前安尼，什物，不分大细项，拢伊家己爱去啊做决定，亲上火线，亲自拍板做决定，吼、哦。啊，因为安尼，所以伊大量减少即个民怨啦，吼、哦，直接吼，拢、哦、怪伊安尼吼。 这点他们讲呃，是真重要的。第二，蔡英文总统为今年元旦开始，以改变过去在两岸关系处理顶面的安尼温温吞吞、安尼啊小心翼翼这款的风格，吼、哦，那么开始敢直接，吼、哦，加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吼、哦呃，呃，呛声啊，大、呃、声讲出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两岸政策。 包括讲反对“一国两制”、的旧二共识，以及其他去声援啊香港反送中的运动等等，对社会大众的感受来讲，伊即嘛已经为胆小鬼变做辣台妹，胆小鬼变做辣台妹，吼啊，已经胆小鬼即嘛辣台妹啊，所以当然即、這个吼啊名气会一直起来，吼、啊、第三行。 我感觉嘛，非常重要，就是苏贞昌内阁为一个临危受命啊。吼！伊咧开始苏贞昌出来承担九合一败选了后，爱稳定政局的即个啊、呃、责任。那么因为蔡总统减少去干涉日常政府行政的运作，使得苏贞昌内阁伊伊个自主性较悬。 啊，按、哦、学术上讲，相对自主性啊，伊诶相对自主性比伊诶前两任林泉甲赖清德诶内阁拢继续悬诶。啊，以前啊听下讲啦吼，啊,啊其实啊内部诶啊一寡啊观察啊是、啊、了解，确实讲啊蔡蔡总统三拢管，啊但是伊就较无安尼管啦吼。所以因为安尼小英杰。 啊，呃、较无去介入政府日常嘅运作，颠倒啊，对提升政府嘅效能甲效率是有帮助嘅，啊、哦，所以啊，呃，伊最近即个陆陆续续啊啊，比呃报道嘅即个行政院啊，会当讲相当全面嘅即个压钱啦，吼、哦，吼，压钱，那么琳琅满目，各式各样嘅，吼、哦，即款咧政府补贴政策。 拢出来吼，啊，总数听讲超过三千亿以上，三千外亿，啊，要互伊即个吼目标选民有感觉啦吼，即、啊這个就是讲目标，啥叫做目标选民，目标选民就是讲伊准备即个政策要补助的对象，要争取的对象，要诱的对象是真明确诶。 哦，啊，要要救什物人？比如讲农民，还是要救即个中中下阶层啊？等等，这政策政策是要真有路啦，吼、哦。苏内阁我看起来已经全面震动起来，包括交通部、教育部、农委会、环保署、文化部、内政部、经济部、财政部等等，拢已经震动起来，拢已经开始是一个拉票机器。 卖讲撕票机啦，拉票机器，真济时阵其实拢鸭子划水，咱一般人无感觉啦。但实际上拢伫做，所以呃，钱压落去，心理嘛吼、哦，心理呃，各种补贴政策吼，啊、哦，为国民旅游、个家程车、游览车、娃娃车、啊，老旧柴油油汽车的补助等等，单项的补助个呃，为数亿、甲数百亿。 即个钱，就是讲政府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直接进入选民的口袋内底，互人民有感觉。当然，民民主国家有诶，嘛是安尼做啦。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讲即款诶较实际，互人民有感受啦吼。啊，重大地方建设啊、呃，譬如讲高铁，要。 延伸到变东当然这是政策有争议啦。不过，拢一定一定在做啊。以上这也阁无包括讲，呃，因为减税、全面性的减税所带来的即个人民的即款诶反应，当然是感觉未歹嘛。我减减六税较未歹吼。啊、哦，无定也阁包括真侪即个苏贞昌内阁啊，已经去摆毒真侪过去和和人认为讲扰民的政策吼，等、哦、等。定定 啊，拢、呃、有伫进行啦，吼、哦！啊，所以即嘛是一个重要个因素，减少民怨嘛，啊，个增加人民呢会当啊欢喜甲支持。第四，我感觉非常重要一个因素，外部政治大环境的变动，中美贸易战争，如火如荼的香港反送中运动，跟另外两岸关系，真撸来撸好个大变关系，即个拢啊，就讲即个拢。 环环相扣啊，形形成一个对蔡英文政府空前上有利的外部的政治环境。最后一项啊，第五项，就是利空利空。台湾总统甲立委的大选的逼近啊，蔡、呃、英文主要因为主要竞争对手韩国瑜，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伊最近争议真多了吼，即形象啊真否？ 那么台湾人对伊愈来愈冷，因为竞争对手太弱，差，颠倒，呃，衬托出即个好像蔡英文无遐歹，相对来讲较好。所以因为安尼，可能也未少选民感觉讲啊，过去几年蔡英文总统吼、哦，这个做无好，啊、呃，大家对伊真怨气。不过即马看起来，甲韩国瑜比起来，伊那。 那亲像已经无以前遐你使人感觉真讨厌吼。那么不,不过啊，等、呃、于做一个结论啦吼。蔡英文总统最近即个伦敦政经学院吼，即、這个博士论文甲学位的即个争议呢，有愈来愈啊愈大愈滚愈大即、這个趋即、這个即、這个趋势、這個、啦吼。即、這个牵涉到总统品格操守的即个严肃的问题，道德的问题。 到落尾，咱个冲击到底偌大？即马看起来无真好势啊！即马看起来，即个问题会产生真大个杀伤力啊、呃！以后是毋是会去啊、呃？什么程度去影响到总统大选个选情？咱毋知影，无咱来继续去甲观察。那么，总统选情演变背后一定有伊个道理，咱伫只啊从初步个分析甲各位啊、呃、观众朋友来报告。 今天人跟大家，后礼拜同个时间再会。